女歌手傅含龙乳血流不止死里逃生，怒求偿 1965万元。 泰国女歌手Maggie去年到韩国首尔进行隆乳手术，想不到手术却出错导致血液感染，不但隆乳失败，存活率还一度只剩下 10%。 他目前努力搜集证据，打算对医院进行提告，求偿 2000万泰铢，约 1965万元台币。 据泰国《世界日报》报道 ，May 发文透露，去年12月到首尔高兰的整形外科格伦 Plastic Surgery 进行手术，结果生命首次隆乳就差点没命。手术出错让他血流不止，胸部异常灼痛，几乎无法行走。但医师称是术后正常情况，3天后就将他转走。 妹表示自己回到曼谷后，情况并没有好转，持续发烧，连上厕所、吃饭等日常生活都要依靠母亲协助，还一度被医师告知存活几率只剩下 10%。 后来，他进行了包括把胸部填充物取出在内的3项手术，经过5个月的休养，才总算恢复。 妹不满向医院求偿，但经过两次协商后，医院支援亦补偿150万泰铢（约147万元台币）的医疗费用和120万泰铢（约118万元台币）的收入损失，于是她决定打官司求偿。